杨千玺家的嗓子都冒烟了。这个消息引起了广大粉丝的关注和讨论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易烊千玺最近参加了一场音乐演出，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演唱效果，他使用了高难度的唱腔技巧，导致他的嗓子冒烟了。这种技巧对嗓子的要求非常高，需要艺人有良好的技巧和对嗓子的保护。虽然一些艺人为了追求更好的演唱效果，会不断尝试和挑战自己的极限，但这也会让他们的嗓子承受更大的负荷。对于一个歌手来说，嗓子是最宝贵的财富，只有保护好嗓子，才能保证演唱的质量和稳定性。然而，易烊千玺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，不惜付出辛勤的努力和付出，他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展示了他不断突破自我、追求卓越的精神。易烊千玺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广大粉丝的认可和赞赏，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，表达对他的喜爱和支持。大家对易烊千玺的执着和奉献精神感到感动，愿意一直陪伴和支持他的音乐事业。虽然有人担心他的嗓子健康问题，但易烊千玺坚信，只有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，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。让我们一起去评论区分享你对易烊千玺的看法吧。